OK， 九万洋春面。好，圣诞节哈，那等于十一号，十一号。来，这是我的招牌，阿嬷的阳春面。哎呀，三条啊！阿大姐哦，三条我到了。啊，三条，你去放车啊！你即摆敢无钱啊吧？吓，阿强，刷刷去啊！啊，你着惊较歹运啊！我不是，就怕一枪，我一定赢。你竟然把咱家辛苦欠的钱全部摕去跋筊，搁输了了！你一透早就出门去跋筊，跋到三更半暝才回来，厝里大大小小代志拢是我咧处理，你敢知影？阿美，你认真一个听我讲，等我明仔载去一条大条的，我就带恁来吃好料的，安尼好无？我实在对你够失望的，我就是头壳歹去。蔡康这人结婚，汉汉，我们走。阿美，你确定真的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我一定会使。我不爱去过这个生活，你也真爱博，你这样博好爽快。给我一次机会，阿美。你今天在学校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开心哦。那我们今天晚餐去吃麦当劳好不好？好啊，走。你在干嘛？玩你屁猪哦！凶屁哦，怪叔叔。阿伯，你敢有看到一个查某走过？无呢，无看到呢。好，行。哎呦，你看你这三比八，一定拢无伫咧好好啊食饭。无去嫌的话，我煮一碗面互你食啦。等来了，肚子好饿，我想吃阳春面。阿嬷，店里有奇怪的叔叔了。什么奇怪叔叔？无礼貌。你为什么会受伤啊？你那人怎么这么弄啊？我才不是小孩子嘞，我已经会帮阿嬷煮阳春面了。会当煮阳春面是干哪？无钱也毋是干，会当甲我同款留落街头。你若是无头路，敢要来我的面摊斗三工？
困难当然要帮忙啊，就算只是一点小小的力量，只要有心都不是问题。而且他是个好人，只是需要人家拉他一把走出来。医生们要等他休息。豆豆啊，姐。这米顶的，我替伊拼着。你若要吃，我顶煮一碗。不要，我要去做碗。我你讲这顶的是听无哦。我就要去做碗，但是阿妈说做一碗要做面的。我再也不要阿妈做要做面的。大姐，看我需要啥，再跟我讲。哦。欸，你敢袂使教我煮阳春面？想学做阿嬷的阳春面啊？因为恁阿嬷捌帮助过我，我生这大汉，从来毋捌有人对我遮尼好过。以前的我，敢知影跋筊甲啉酒，一直到拄着恁阿嬷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个世界上，还有遮尼温暖的所在。恁阿嬷是全世界上善良的人。我想要把伊的面搭传承落去。世界上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人呢，如果有那个力量，就算只是一点点的帮助，对他人就是很大的温暖了。最善良的人，她也是世界上最好的阿嬷了，所以我们要做出世界上最好吃的阳春面给更多人吃到。当然啦、好哦。